心里一直有你，你不知道。下一位。他心里一直有你。停。我还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去演。不用了。你没听明白吗？下一个。谢谢。希望再一次在徐有光眼前破灭。这一刻他仿佛坠入谷底。上次骗了我。我骗你？我骗你什么了？世间的一切都是有它的价值，付出的不同，自然得到的东西就不同。又想得到，又不想失去。你这个人还真是不讲道理呢。我无非就是想当一个好演员，有那么难吗？我无非就是想当一个好演员，我无非就是想做一个富翁。想要做成一件事，就是要付出很多才有可能有所收获。所谓无非想要的心理，还是想得太理所应当了呢。我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你了。倒也不一定是一件物品。可以是一段关系，一份喜爱，一片真心。总之能让你心痛的东西片刻。你没听明白吗？下一个。这从哪找的剧演？能不能专业一点？自己选择的就是要自己承担后果。我爹常说，做人不能想要太多，要懂得知足。咱们两个打小一起同吃同住，也是同一个师傅教的。明星电影公司会给我三部戏约。那我愿意用一样东西来换。我的师兄。用我的师兄。和我跟他十多年的情谊。雷克，这个我喜欢。
很快，徐有光就收到了电影公司的片约。演艺事业一帆风顺，然而师兄却仿佛人间蒸发，从此杳无音讯。也不错吧。哎呀，来过一下啊，师兄。老板，去哪儿？他不记得我了吗？淮海路。淮海路，走吧。老板坐稳啊。走嘞。老板到了，老板，老板给多了，没这么多，谢谢老板啊，谢谢，谢谢老板。你的眼睛里就跟你的名字一样，是有光亮的。有你师兄在呢，你怕什么呀？啊！但是我毕竟年纪也到了，机会难得嘛。师兄，我对不起你。